Hello， 线上伙伴，大家好哈。那在这边跟大家 say hello。那小弟我在这个侨委会2022年的一个台湾美食国际巡回展哈。那如心如愿的已经办完了这个七场的活动，即将返台，在这边在此谢谢我们侨委会先进长官们哈，以及各协会的一个伙伴，这段时间来的一个协助，真的谢谢大家哈。那今天的一个感言大概就先到这边了哈，不好意思声音没有了哈，拜拜，下一次线上见哦。